我们来到了芙蓉大饭店，我们今天的晚餐在这边要来吃福月楼。这间其实我们之前吃过啦，主要就是港式饮茶是很不错的。我们要进来啦，好香哦。谢谢。好，你坐哪？我要点餐。我们今天吃的是一茶一食一盅一笼的一个套餐，2700块。然后我们选的是力宝 A。它有松板猪、鲜虾球，还有蛋白炒饭、跟水莲、跟鸡汤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刚看我妹有传的讯息。哦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菜。阿佑，你的七喜在这，那一个是姐姐的，你的在这。这个是干贝蛋白炒饭，好特别哦。这看起来很清爽耶。对啊，这是都干贝，我以为是碧琪，不是。干贝。因为你要上面那个像那个脆脆的酥的那种东西。不要。那我尽量不要。好。阿呦，这碗给你，要说什么？你试看看，这好不好？不知道好不好吃耶，没吃过。我最近的皮夹掉了，所以把1000块夹到后面。都已经到欧蕾，然后就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不想要再有皮夹，我皮夹会弄丢。这个是葱爆牛。松板猪。好，谢谢，不会。这个是松板猪。怎样？好吃哈，姐姐喜欢。为什么？它吃起来怎么样？它吃起来那个海鲜味还蛮。而且它炒大火炒哦，所以它吃起来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油感都还在。大火炒，大火炒的。我来吃吃它的松板猪。大火炒，太硬。松板猪不会硬啊，还不错。松板猪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松板猪就是比较 Q 啊。还好啦，不会硬啊。哦，阿又来了，水莲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水莲。OK 吗？把那个啤酒放过去了。啤酒放过去好了。好。我们明明四个，我们桌子已经这么大，为什么？还好吧。他菜好像，我们总共好像四个菜，五个菜，对不对？我不确定。我要吃点青菜。啊，我不想吃这个，这看起来像炸物的东西。那你给我啊。我那个。吃水莲。其实这间我们吃过，你有印象吗？而且就是，没有，这间我们进来过，我们是上次住有进来这边吃过一顿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有一顿。嗯，哇，它的水莲感觉也是大火炒的，香，很香。不然哦，我也要水莲，不要帮我加香菇，感谢。你要水莲吗？好，帮你加。我不要香菇。还有一只手扶着碗，我经常扶。我碰到。
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等一下。马上上。对，蛮快的，因为有人肚子超饿。你这样。今天一直在走啊，又。你中午没有吃，没有吃一个。没吃什么。对，没吃什么。然后又一直在动，而且做那个。游乐车真累，我觉得对，没有，最主要是开赛车比较累。但是你对，因为我决心我在那边叫太久太大声啊！我觉得不是，因为你是没有吃那个赛，什么？你没有吃炸鸡？我没有，可是我吃了狗。第四道菜要来啦，这是什么？那个虾子，看起来是虾子，对。只要帮你夹青菜。阿优也说觉得他的水莲很好吃。阿优为什么他的水莲很好吃？很油哎、欸。很油，很脆。就是大火炒的啦，其实都就味道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他的，这个菜名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又忘记了。这个菜名叫做。金沙鲜虾球，它有加咸蛋，对，有加，弄得很漂亮，是一个。它有黄椒跟那个红椒肉丸，对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给你，这个先给你，然后，谢谢。然后这边是他的汤，我们的菜他上，对，鸡汤，啊，竹升鸡汤啦，哎，这个真的很不错哎，这套餐，怎样？他那个好吃吗？虾子？嗯，很大只，很大只。为什么阿优吃了杏鲍菇？他以为是马铃薯。嗯，它虾子蛮脆的。啊，它虾子好吃。那杏鲍菇不好吃。我们家两个小朋友都不吃任何菇类，虾子蛮好吃的。我为什么没有碗？我的碗在这。然后我捞一个汤。爸爸你喜欢吗？好吃。好吃哦。它的汤里面啊，感觉也是用鸡腿肉。你看，对啊，鸡腿肉。你刚看到的时候，鸡腿肉。嗯，它炖的啊，很软，比想象中的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蛮不错的。这个菇到底叫什么菇啊？不晓得哦。这个我不知道。没有录到他的港点，他的港点其实超好吃。这个啊，这个叫什么啊？这个像腐竹卷哦。对，然后里面是虾子，然后上来的时候，它的虾子是整只的，你就一吃就是哇，好实在，好好吃哦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超好吃。然后这个天哪，说这个奶黄包，这应该是奶黄包，也超好吃，流沙包，他说很好吃。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很好吃的。还有天哪，开口说很好吃。好啦，非常推荐，如果大家有来这边玩，或刚好来奥莱特，或去乐园，都可以来这间，这间真的不错。好了，拍到这了，拜、okay.。